客官，吃点什么？一斤白干，一盘酱肉，两碗炸酱面。一斤白干，一盘酱肉，两碗炸酱面。滚回去！站住！姓万的，好眼力。天窗说亮话，威远镖局那匹珠宝我非得到手不可。哦，又是为了这个。韩冲，你找错人了。有人说你父子串谋吞没那匹珠宝，你还想抵赖？谁说的？镇北镖局总镖头樊之龙。你要是不拿出来，就休想离开这儿。Thank you.